底下一个问题，他除了每天念佛及诵一百零八遍往生咒外，因为父母身体不好，还发愿呢，加念一百零八部《地藏经》及十万遍地藏菩萨圣号回向给他们，这算不算杂修？不算杂修，很好，这是你一点孝心啊！因为《地藏经》也是大乘教里面的基础。 啊，百善孝为先啊，《地藏经》是佛门的孝经，啊，所以自古以来，不论是哪个宗派，啊，许许多多祖师大德了，在入佛门的时候，都以《地藏经》作为基础，啊，认真修行。 啊，这个是有道理的，啊，那按照理论上讲，啊，这个是修地藏是，呃，入门，从地藏再提升就是观音，啊，把你的孝心发扬光大叫大慈大悲，啊，再往上提升，这就是文殊，啊，这智慧开了，啊，最后的时候到普贤，啊，普贤那是。 广度一切众生，啊，自己成就之后，啊，要利益一切众生。